那不是来了吗？我要重色轻友一下了啊！哎，你签了字再重色轻友行不行啊？哎，李慕佳，你记得去趟售楼处啊！我知道。哎，服务员，打包。去哪儿啊？漫无目的，你有什么建议啊？那就一直开，不转弯。撞墙了？那你就转弯呗。话都让你说了呢啊！上车。哎，真就这么一直往下开啊？啊？那，前面丁字口，左转右转啊。男左女右，选右。前面右转啊。倪先生，这是你送我的大游艇。你想得美。那我还不能想想了？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变魔术。你还会变魔术呢？你瞧不起谁呀？我想把你放到蜜罐里，让你每天都觉得甜蜜。那行吧，给你个机会，给我带上。翻山越岭，崎岖泥泞，做你身边的人。回忆多深，每一帧都为爱作证。十指紧扣着。多合成，成为最幸福的人。很配你。灰姑娘是吧？在我的理解里边呢，灰姑娘只有一个心，就是等着嫁王子。但你不一样，你有很多技能，很多。林佳，你昨天到底有没有去售楼处签字啊？哎呀，我给忘了，怎么了？完蛋了，你现在想买也买不了了。你自己听。2011年2月16日，北京市出台楼市调控15条细则，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你听，买不了了吧？那我
我知道了，拜拜。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我一觉醒来失去了我的购房资格。就这事儿？有得就有失。接下。哎，吃口饭。愁眉苦脸，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啊。对我，还行吧。对我朋友挺重要的，一日三省，天天逼我买房。我要现在回去，他可能会杀了我。那就不回去了呗。那他肯定杀了我。那更不能回去了。我得上班去了。哎哎哎哎，好歹陪我吃完饭不行吗？有没有听过金字塔原则？所有的事情呢，都可以归结出一个中心论点。这个中心论点呢，被数个数据去支持着，而这个数据呢，又同样可以是论点，被数个二级论据去逐一支持。这样逐此延伸下去呢？看着就跟金字塔一样，这些事情可以很复杂，譬如说社会的起源，同时呢又可以很简单，譬如说今天你能不能为了我翘个班？不可以。支持第一个论点的有三个论据：第一，我需要这份工作；第二，今天不是周末，是周四；第三，吴律师比你难搞。逻辑这么强吗？其实啊，我可以去跟吴律师请个假，说你在陪甲方出差呢。陪甲方出差，我上班去了，拜拜。拜拜。拜拜。